得两个字一出现，现在要稍微空气在大概三秒钟停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来走一个啊，来开玩笑啦，其实真的是没有像外界这样，在我的认知啦，就是大家都还是很自在的。近日胡瓜被爆出和小44岁乐天桃园啦啦队员熊妮有暧昧情，甚至传出丁柔安握有证据。金城美凤戴假发穿劲装，和梁佑南郭雅棠王灿一起出席活动。当陈美凤被问及昨17日和胡瓜丁柔安以及干女儿香蜜拉的聚餐，陈美凤开玩笑说他们两个一出现，现场空气凝结三秒。有点想感冒，好像有好很多好一点了。OK 啦，我觉得因为外面那个我也不太清楚。他们有聊到那个新闻的事情吗？有个人说就是澄清一下。嗯，当这个两个字一出现，现在要稍微空气在大概三秒钟停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来走一个啊。看一下吧，其实真的是没有像外界这样，在我的认知啦，就是大家都还是很自在的。